所以就从单单纯纯的篮球公益比赛，变成加上电音比，加上电音表演，然后加上说我们的篮球，我们的家福的公益事情，然后我们很多不同的，不只是只有基隆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，也包括我们的表演者，一起过来共襄盛举。我们希望可以透过青年学子朋友在篮球场上的斗牛过程中找到自我，展现自信。那这就是啊，还有要一起做公益。那这就是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这些资源真正用在孩子身上。我现在今天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哦，这一个活动，然后大家赶快来报名。公益篮球赛，好。